大家好，我现在是在阿富汗，我看到几个小孩子在给人洗车啊，所以也想去了解一下这边这种洗车的小孩的情况，给大家看一下。好了，他俩几岁了？三岁了。啊？三岁。马超房子。他才十五岁。哦，在这里。他才十四岁。在这里洗车洗了多久了？差一年左右，一年左右是。哎，那你们洗车的这些工具一般用些什么洗？能给我介绍一下吗？想看一下他们用些什么东西来洗。这些工具都是你们的。就每天从家里面就拉出来，来这里洗吗？是，每天带回家然后。那这个是什么？洗房子的油什么的。哦。用这个，就是他们洗车就基本上就水和这两个。这两个。那洗一辆车是收多少钱？这个不一样的，车有的是小的，有的是大的。小的多少，大的多少？30开始到50，对。就是小车30安尼，大车50安尼。大概一天能洗几辆？这个不一样的，有的。一天是一个、三个、四个，这个不一样的。他说这个东西，带税的，也不是我发的，是另外一个的，是租来的。租来的。那你们和别人租这种东西多少钱？每个月差的不少，他拿了钱没得。这两个都是，每个月给他们4500。每个月给4500的，给他们。那给了以后，你们还能挣钱吗？可以，每天可以就是100多，可以挣钱。反正这两个小孩干活是挺认真的啊。然后用的布也是用了很久。这个车被他们洗得很干净啊，所以老周今天就给他们赞助一点这个洗车的工具啊，奖励他们的劳动。刚才那两个洗车的小孩本来。我是想给他们很多赞助，但是旁边围过来几个大人啊，然后这几个大人就很不高兴，他们就说如果我们要帮这几个小孩的话也要帮他们，就是给这几个小孩买也要给他们买，但是他们是不干活的，就是那种乞讨者，所以我特别讨厌这种人，我就让我们的翻译小陈去把这个小孩单独叫过来跟着我们一块去买，因为我看他们洗车的工具这些都很少，然后也不是特别好，就想给他们弄一点好的。我觉得他们就是洗车的工具太简单太单调了，就是如果他们有什么想要的话，今天我送给他们。大家说谢谢。就是你们东西好一点的话，以后生意也会更好。他说这个可以，如果好好干活也可以挣多钱。对对对对，特别是你们那个抹布，我今天给你们多买一点抹布，因为那个抹布的话你用旧了就不要用了，因为很多人觉得你的抹布太旧太脏的话会给他的车就是擦的不好啊。你告诉他你们擦轮胎的抹布和擦玻璃的和擦车身的抹布都要分开，各是各的，就是擦轮胎的专门用擦轮胎的，擦玻璃的专门用擦玻璃的，这样的话别人的车才擦得干净。那个你说可以这台里说的你可以的方面可能为了方面可能如果我们给自动说的可能可以洗下来方面可能自动说的可能我是那个多少种方面什么东西的好就是他们家一直有几口人7人。那就是你们家有几个人出来工作？他说就是他和他哥哥刚看见了，他们俩，他的爸爸不是了，所以就是他们俩来干活的。那全家的温饱问题现在能不能解决？这
这就是很难的，如果我们在这边干活有钱能吃能吃饭的，如果没有的话就我们去邻居这些这样的。那你问他们上学了，上学了没有？那个马家吧，没人念他们。就什么时候上上学，什么时候工作？下午一点去到五点。好，告诉他这里有需要的，他自给他自己拿。那个七十个老人这里负责这个，他负责老人这里。你觉得好的，对你有帮助的。那个他不要去做的事情。这个是草莓味的啊，草莓味的，草莓味的，这个还有苹果味的，苹果味的是什么？一样味道，哪一点？这些他都你问他都会不会用？好，可以。好，你让他算一下多少钱就行。这个是好像是洗盘子，他们能洗车。让他再套一个袋子，这个袋子等一下把拎破了。这里有抹布是不是？我看一下是哪一种抹布。就是他想要用这个来擦，是不是？是。这个比较软的。好。一个是60块钱，一个60。好。要几个？现在那边可以，是吧？一共10个，5个这边的5个。好，可以。你看几多了？加了五个红包的。然后这个小孩子又选了一个。有中国字的啊，我们中国生产的轮胎保护剂啊 ，Chinese。他知不知道这个是？我们中国字，我们中国生产。我不认识这个字。你告诉他，你现在你要认识他，这个是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东西。国家的东西。今天也给你送几瓶啊。好，就这样吧。现在我们的小陈算账。已经开始很认真的帮我算了啊，因为他也怕我被坑。虽然是给小孩子买东西的，但是也要明算账，不能钱被别人坑了。多少钱？好，给你。刚才给这个小朋友买东西，差不多买了1500阿尼的这个装备啊，应该是够他把他的这个洗车的技术和这个质量啊，服务质量提高一个档次的。告诉他那个，他先自己回去，等一下我们过来看一下他用这些工具干活。加油！现在小孩已经拿着我给他们买的新麻布，开始在麻了。看着他们干活这么认真的样子。我也感到非常的开心啊！你看，马上又接到生意了，一辆、两辆，又有两辆车等着他们啊！今天生意不错，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收入啊！叔叔很喜欢靠劳动吃饭的孩子啊！加油！我们就走了，拜拜。